同时呢还在米兰、伦敦、北京三地进行取景拍摄，可以说是人美、景美、情美。所以说有了这三美，一定非常的精彩。那接下来就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出席我们今天发布会的各位领导嘉宾，他们分别是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连康先生，欢迎。
好，我来还。那不可以回。哇，刚才我们看到预告片当中穿婚纱的并不是我们台上的宋茜，这怎么解释？这个事情是这样，事情是有误会的。是误会吗？是的。那我先相信你。那我选择先相信你。对，先选择暂时先相信你。好紧张，我那我现在问一问。我他先相信你了，好不好？先相信你啊。那我问我在场所有的嘉宾，有人反对我们这对非常幸福的恋人吗？有人反对？反对。我反对。说一下，为什么提出反对这么幸福的一个爱人？首先呢，我这么大的人跟着你到哪儿了？到意大利，又到了伦敦去跟着你。有谁可以跟你击球？啊，有谁可以跟你吐诉那些感情的痛苦？啊，你说，现在你给我什么局？给我泼水。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？我要好好解释一下。开玩笑，其实呢，也是你要讲一下，其实他的老大才是我最在乎的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给我们留下埋下很多的悬念啊。那叶青，你为什么要反对呢？刚才你是和他一起强烈反对。对，因为我想的特别想的那个人，只跟他才认识多长时间？你忘了那个跟你环游世界、陪你疯、陪你玩的那个女孩了吗？你是说陆家吗？当然了，我老大呀，他马上就来了，你开始办吧。你老大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不对，一会儿上来，你看他怎么跟他解释。老大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是来帮忙的，我们是来帮忙的。其实我现在看到宋茜的眼神特别的有杀伤力啊，我觉得你这个很难了。那这四位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，你们到底是什么样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啊？我跟他没事儿。我不相信吗？这款的朋友相信吗？不相信。就是最好的朋友。最好的朋友。他是我最好朋友的蓝颜知己。最好朋友的蓝颜知己。他是我最好朋友的属下。嗯。好，宋茜，你现在是？他是我最好朋友的情敌。情敌。来，宋茜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是什么样的关系。好复杂啊。反正我就是本来是准备明年当新娘子，但是结婚之前就搞出这么大一个问题，然后我就在面临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挑战。萱萱，你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最单纯的、最善良、最傻白甜，不傻，但是最白最甜的姑娘。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我的人生都变得美好，都变得阳光，都变得灿烂。谢谢大家。哇，掌声送给吴晓峰这个非常精彩的告白。来，叶青给我们讲讲，你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是什么样的关系？在事业上是我的老大帮助我，但是在感情上我属于其他的职责，我知道他，所以赶紧让老大上台吧。那么你在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？我在这场会不混乱的爱情当中，其实一开始是个局外人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也会是因缘际会和缘分这件事情。那爱情最讲究的其实就是缘分，那我就被扯到这个风波里面，这个暴风雨来，然后又认识了刘然，然后又认识了图图，然后我就到最后，哎，开始好像一开始是要帮闹忙，哎，这个越帮越忙，哎，就拉到最后还是。哇，说的真是，我们现在听的也是一头雾水啊。但是刚才我通过他们几个介绍了解到了，那其实你们都提到有这样神秘的人物哈，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啊，是你最大的挑战是吧？是你的老大，然后呢是你的心上人吗？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哇，那这个挑战究竟是谁呢？是我们台下的哪一位呢？来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
必须要卡在中间，那个这位置要卡得特别好。你确定要跟谁订婚？跟轩轩啊。你就还有几秒钟的时间可以让他想清楚，他是不是真的要跟轩轩在一起？那也是光轩需要我小心思干。你有没有很多甜蜜的经历？现在要跟他一一的说出来，让他回忆一下，有必要。其实刚刚讲的都已经在里头，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就是在心里头的，必须要去电影院才能讲出来。哇，所以其实舒淇现在的这个站位就已经体现出来了，一定有隔在他们两个中间，是不是阻碍他们两个？也不能那么讲，有时候在一起久了之后，也不一定会很好很难啊。看多点好的就是，我还再想清楚一点好了。想想，哇，看来我们台上这个关系很错综复杂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缓和一下情绪，有请我们这个婚礼的策划人上台，有请我们监制彭华涛先生和导演陈飞鸿先生上台。介绍一下这里面的人物关系好不好？那你们一起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对，原来是我们俩一起。对，所以我来介绍，就是这个舒淇在电影里扮演的吴佳，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是依然的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正在准备把他给想办法洗掉的。但是他们两个表面上看上去其实是闺蜜，实际上是情侣。实际上是。然后这边的这个微信那边呢，其实表面上是一个主播，实际上是他的要坚强的一个支持。所以小月呢，非常非常好。小月也是后来加入我们的主席的词，但是他又跟少峰就可能两个是好基友的关系，就感觉他愉悦了。哇！现在我们在那个大屏幕上已经看到我们的人物图谱了，看到大家现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哈？那我们也看到台上我们的80后导演陈飞鸿先生，能不能用网络的用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？为什么我的问题最大？对。这个网络用语不太会，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说一说。好，咱们先从舒淇开始。嗯。舒淇基本上没球，他那个对他演这个人物啊，就属于叫什么结婚恐惧症，或者是婚姻拖延症。她就是这种女性，在事业上太成功了，她容易忽略自己的自己的感情生活。然后当这个有一个女生出现，把自己从小像狼骑竹马来绕床梦心梅的朋友从自己身边带走，她才意识到坏了。所以她是这样的。就叫事业太成功，所以婚姻拖延症。所以其实少峰扮演的就是他的这个一直青梅竹马的朋友，是吧？对，起码据我所知哈，就是应该是大嫂在这儿。大嫂。对，那个少峰的这个林然海是个孤儿，他们两个相依为命，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男人。从小其实是一直找不到他，所以就我就不好。他，你正因为你好，所以他才愿意这么一直照顾你嘛，对吧？他差到哪儿？你说他要长得像我一样，你是吧？你要是不好，我也甘心情愿。但是他条件在那儿呢，是吧？所以。他才能体现出他的好，
对你不离不弃，结果出了一人，就是宋茜饰演的萱萱啊，是一个恋爱型的义无反顾的啊，一直相信着啊，作为一个90后还相信感情啊，这是这么一个啊，相信着少峰对自己的爱，相信着自己对少峰的爱啊的这么一个很充满正能量的啊年轻女性。其实通过两位的介绍，我都已经感觉到了每一个人物都有各自的性格特点哈、啊。那你们最喜欢你们饰演的人物是不是他什么样的特点呢？比如说舒淇扮演的这个顾佳，你喜欢他是不是身上什么样的特质？独立嘛，独立的，独立。然后，到这个，我觉得顾佳做什么事情都很奋不顾身，包括工作啊，包括到最后决定要去美国抢婚啊，但是又很。纠结就是要害怕孤单，所以当他觉得哎，林媛要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才突然之间感觉到那种孤单的感觉，所以就特别纠结，又是一个喜欢独立的女生，但又很害怕孤独，独立又害怕孤单的一个女生啊。那我们少峰喜欢这个扮演这个角色身上什么样的特质？我觉得林兰是一个。是一个非常想做套路的人，而且套路很深，不但套路深而且非常的真诚，他是绝对是一个走寻常路好的人，我觉得他对待他的爱情非常的执着，对他的朋友，对他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真心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喜欢。就是一直坚持心中原则的这么一个男人，好男人啊，确实好男人。来，我问宋茜，喜欢这个角色身上什么样的特点？一样很单纯的特点。我觉得，因为她是一个富家小姐，但是她为爱情，就是自己寻找那种爱情，就是义无反顾，然后她眼里只有一个人的那种，对，就是最欣赏的，你只爱另外一个人。
跟自己喜欢的人吃吃喝喝在一起就是幸福的。在一起就是幸福，大家把掌声送给叶青好不好？说得太好了。来，曾健有什么样对于幸福的定义和理解？我觉得幸福很简单，就是在你感冒的时候有人递给你一杯水一包药，就是幸福。这么简单的要求，简单就是幸福，是不是？嗯，老感冒对。及时的给我一包药，我就很幸福了。双方呢？双方怎么定义幸福？嗯，对幸福有什么样的理解？今天我就觉得特别幸福。嗯，见到了这么多好朋友，回想起当时我在国外拍戏的场景。这部戏是我第一次在国外拍戏，其实我不在中国。然后我回想起当时跟华涛啊，在一起吃饭啊，或者说我们唱歌啊，他们搜索我们去过登山啊，小友们一起踢球啊，我觉得特别幸运，特别感激，我觉得非常的幸福。其实就每一段每拍一个戏，这些幸福的时光都会留在记忆里。所以是第一次到国外拍戏，献给了这部我最好朋友的婚礼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第一次掌声送给双方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贺建自己第一次在国外拍戏的这次经历，哈，期待着这次带来的人美情美情美的这部电影。来，我们郭晓月喜欢这个角色，对于幸福有什么样的定义？大家其实都讲的，我觉得讲的一个理由我也很认同一点，就是我们非常享受我们所做的事情，然后总是就活在当下。然后好好去享受我自己的每个气息每个呼吸，然后在拍摄的时候，其实你刚刚一想到那些拍摄过程，我心里面也是回忆了好多那种踢球啊，然后唱歌啊，跳舞啊，那些其实还有聊到了英国的医疗保障啊，对，澳洲的火车呀，什么什么瑞士这个那个的，所以其实现在想起来，哎，我的心现在都暖暖的，现在就很幸福了。所以我可以带大家回忆起整个拍摄的过程，就会觉得幸福洋溢在酒店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这个幸福的剧组，好不好？史上最幸福的剧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要见证接下来非常神圣的一个时刻，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各位领导上台，有请中银股份董事长马培刚先生，中银股份总经理张平先生，中银股份副总经理赵海成先生，中银股份副总经理周宝林先生，以及制片人倪萍女士，上台和我们的主创一起来启动这个人物海报，欢迎各位，掌声欢迎各位。
谢谢谢各位。好，有请我们的五位主演在台上留步，谢谢谢谢各位。哇，谢谢我们的林女士，谢谢不讲也留步，请我们的五位主演对号入座，到我们的人物海报前面找到自己的这个，好，抬到我们的这个面板上面就可以。慢点哦。然后大家要和这个海报上面的表情一致，给我们一个最完美的合影，好不好？找一下感觉，大家看一下，找一下这个感觉啊。上方是一个侧脸，大家找一下情绪，准备好了吗？哇，太棒了！我建议我们掌声送给我们台上五位非常精彩的再现。巡访时间，有请我们的各位主演，各位主演上台来接受巡访，谢谢各位。后面吗？好，还有导演坚持一起。Thank you.
也不可能，保证一下。那十二块的，因为昨天我今天刚来，今天才十二块，他们加起来十块以上，100块给你找。好，下一位还有哪位朋友？哎，这边话筒传来了，我想问一下丽青，这次拍摄是跨国取景，会不会很辛苦啊？丽青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这跨国取景有没有很辛苦啊？哦，没有，我完全觉得是一种享受。对，又拍这么好玩的戏，然后又能去国外玩一下，然后觉得特别开心。好，谢谢。请问宋小姐吗？宋小姐，近期好，请问这边啊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像电影中饰演的勇敢追爱的女生呢？我在现实生活中其实还好，我不是那种特别主动的人，对，所以还是比较被动的。所以在影片中，我饰演的萱萱，所以让我特别就是喜欢一点，就是特别勇敢去追自己的爱情。想听自己的我的负责。我们话筒传到哪里？好，我想问一下那个孙小姐，就最近也拍了一些这个古装戏，您觉得就这个古装和现代戏相比来说有意思？对，有是古装戏和现代戏，也就是有趣。不一样，现代戏是能够演上能够比较其实比较放松一些。那古装就是挺新鲜的，因为平时扮相啊，还有那种都是不一样的。谢谢。你好，请问一下舒淇。你好，贝儿。请问一下，这个电影的是掌声歌里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自己现实生活中你自己想希望现在？你自己的婚礼是你有没有举行的？我举行了好多次婚礼了。现实生活中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啊。刚刚才带你来举行完，而且特别累，还要抢婚，太累了。对，都是在现实中做的。那我也期待你们今天就是感情方面可以是什么？最近感情，我想要提个第一个问题。因为最近感情没有太好，因为他已经娶了别人，所以我想好一个人在这里，待在他旁边，也没有我哈。我想问付小月，我们段很帅，在角色选择上，您会有受到外形性困扰的？大家还蛮能找我开心，所以似乎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谢谢你关心。还有我们的采访，是两位记者。好，这边请问一下那个凤小月，就是我们这次和舒淇你俩拍戏的插叙什么的吗？什么感情？有吗？有一点吧。以前感觉有一点的联系是吗？对吗？好朋友，好朋友。那个电影我怕拍抢那个电影给我们很搞笑，好吗？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到欧洲去拍戏，所以现场有我去其他时就感觉没事儿没事儿 ，It's OK It's OK， 学了很多，大家都学了很多东西。还有哪位记者要提问吗？想问一下何导导演，就是我们导演这边，何导对，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其实在好莱坞是有优美的版本，就是之前有这样一个作品，所以我在想，就是说把这个故事带到中国，你在监制的时候和导演是怎么商量，或者说怎么考虑的，让他这个故事可以有更接近中国人的预期？对，因为我们肯定是在改编中做了很多的努力，把它变成一个。美国故事变成一个中国故事，但是具体说有什么变化的话，我相信大家看电影之后是会能够很清楚的，因为毕竟之前的那个也
去过这个电影，可能很多人都看过。那到了现在这个电影的时候，可能我们的动画做的都很努力的话，其实大家很明显能看到。还有两位朋友，我这边问一下舒淇，你听说你们在米兰有一场戏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现在恰逢欧洲杯嘛，然后你喜欢看球吗？然后有特别喜欢的那个球星或者球队吗？我喜欢看世界杯。我们那一天，我跟肖梦去看那个开业的足球杯场，踢足球场在米兰 ，AC 米兰，对，国际米兰，对，就特别好，而且他们那边的气氛很棒。然后后来肖梦还跑去买黄牛票，非常棒，就特别他们那边的人特别的嗨那个足球。对，有人把我抛下来，自己去看球。那个，我们导演去球场。你还是很爱看球啊？还有，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踢球，把他很多人在那嘲笑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个人最大的软肋就是不会踢足球，因为我小时候受过伤害。小时候满场飞了一个多小时，脚都不能球一下。我立志，我从以后再不踢球了。结果那天正好拍踢足球的戏，就奥运男子了，就让小队教我，因为他踢的比较好。我训练了一下，好踢的。结果就听说，你就站在这个大门口对着大门踢，踢吧，就这么点距离，就我跟你这么着，对吧？就这么点距离吧，我。我就踢了八脚都没踢进这个门，就是这门还这么大，我踢了八脚全飞到窗外边去了。当时我就听到舒淇传来一声舒淇的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确定你还要嫁给一个人吗？”所以踢足球现在也还是你的软肋啊。你指的是哪方面期待？就是说，票房方面会有一些这个反应上面的一些期待。我其实就是期待观众能够对我们的改编方式有一定的这个，因为西方人和东方人实际上在改型方面的观念是不一样，对吧？尤其是遇到说我得把我们这从别人就是夺回来的这个，我其实最大的期待是。期待融入中国特色的这个某些好朋友的电影，好不好？还是想问一下陈导，这部电影当时您在选景的时候是怎么选的？那选景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？我跟彭导演，我们俩就是想的是别找特别，比如说在伦敦啊、荷兰特别有名的地方。而是去多找一找当地人的有当地风土人情的地方多拍一拍，因为这个其实著名的景地啊，大家在网上方面好，还是旅游也好，其实都去过，所以我们还是想找点这种特别接当地地气的东西啊。还有一位朋友提问，好，我们的媒体寻访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到来，谢谢各位，也谢谢我们台上的所有的主创，谢谢各位，辛苦了，谢谢。